我自己期许啊，我是一个带来改变的人，凡事起头难，凡事要有第一步。今天哦，这个媒体朋友很多，你知道哦，其实我算一算哦，媒体恐怕比观众还多。我觉得就是台民众党了不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有理想、有梦想，那愿意为我们的梦想去努力。人因有梦想而伟大。我是这一次代表民众党到高雄第一选区立委候选人曾颖丽。今天很欢迎大家能够拨空在星期一的早上到我们总部来给我们莅临指教。那今天尤其我们很高兴，我们柯主席也特别到美浓来为我加油支持。主席，因为很多人说在这边好像我一个人就在这边打拼，然后看不到我们民众党很活跃的时候，那所以我今天特别请主席来告诉大家，我们民众党到高雄来选举就是真的要在地生根，我们是选真的而不是选假的。有人以为我在这边晃晃而已那今天我总部也成立了，要证明我们在这边生根的决心，然后也请到柯主席到这边来，能为大家为我勉励，然后也跟大家来说明一下我们在这边的地方建设治理的一些理念。那我们在这边就很又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柯文哲主席。好，各位这个高雄的乡亲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在浊水溪以南，你知道就只有这一名唯一提名的立委候选人，他在我们这个高雄第一选区哦。当然是这样啦哦，困难不困难？废话，当然很。当然很困难啦哦，但是是这样的，我每次都说鼓励我们的同伴，你知道吗？四年前哦，台湾民众党成立的时候，党员只有100名，然后慢慢发展到今天已经超过10000名。四年前哦，那要再往前哦，一直到2014年了。我每次说，当年在2014年2月17号，我是一个人走出台大医院，在当时每个人都讲说这个怎么可能会赢，但是他在一直到11月的时候，经过9个月以后，台湾的政治哦整个翻盘，那也创造了一个新的历史。所以我最近常常在想说，柯文哲在台湾的政治上应该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自己期许我是一个带来改变的人，而且希望这个改变是朝好的方向去做。所以同样的今天在这个高雄的第一选区，其实这个地区非常复杂，那个可以说土地面积非常大，人口非常分散，在没有这种所谓地方组织庄脚的情形下要打一场选战的确是相当困难，这我也知道。但是是这样的每一件事情都要第一步，就好像2014年的2月，如果我没有跨出台大医院那第一步，后来就不会当台北市长，没有经过8年的努力再跨出这个台湾民众党的第一步，也不会有今天这种所谓三足鼎立的局面。所以常常要告诉大家说，人因有梦想而伟大。那曾颖丽在我心目中他也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你知道，他在台湾念书念到美国，在美国念到了博士学位，他说他很想替台湾做一些事情，所以他也当过黄俊英的这种竞选幕僚，然后也当过杨秋兴的竞选幕僚。那更勇敢的是，就在1年前他还选过高雄市长，这实在是厉害。所以他来找我的时候，你知道吗？说他愿意替台湾民众党去开疆辟土。我那时候看来看去，你知道吗？那个最困难的选区就是这个地方，所以干脆说你要困难，我们就选一个最困难的给你啊。所以他就来了。但是我要跟大家保证他刚才已经讲了，他绝对不是那一种来一次就到那个不仅打油就跑掉了，他会在这个地方一直生根下去。这也代表台湾民众党开始有落地生根的想法。我觉得凡事起头难，
凡事要有第一步。那我也非常谢谢哈郑云丽哈，愿意为我们台湾民众党哦跨出第一步哦，来这个地方努力。那今天哦，这个媒体朋友很多，你知道哦。其实我算一算哦，媒体恐怕比观众还多。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知道哦，我觉得就是台湾民众党了不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有理想、有梦想，那愿意为我们的梦想去努力。所以这一句话，你知道哦，人因有梦想而伟大。那当然哦，高雄第一选区哦，最迫切需要是什么？特别是在中央协助，我大概认为有两样。第一个才是交通的，交通系统的哦建立，特别是那种公车系统哦，要怎么去建立？不一定要那个大的巴士，有那种中型巴士哦，有效的建立这个地区哦这么广阔的地区的公共运输系统，这是第一步。因为公共运输系统没有建立哦，你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地方创生啊，都不会成功。那第二件事情就是哦，每一个地区你知道要找出它的特色，所以每次说一庄一特色，一庄一捷径，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特色嘛，对不对？那每一个地方有它的特殊的捷径，然后再形成一个地方很特殊的这种可以吸引外面来人的，不管它的产业。所以同这产业你知道，如果没有变成文创型哦，没有文化，你知道哦。这产业就是一个农产品而已，所以这个地方创生哦，跟这个交通公共运输的建设哦，我想这是在中央层级哦，对于高雄第一选区哦最可以帮忙的地方。那我也认为啦哦，郑云丽这一个所谓公共政治学的博士，你知道哦，一定哦，如果他有机会，他一定会让这个地方带来一些新的改变。所以我们就拜托他继续努力，谢谢大家。我们谢谢柯主席，那我们台上还有我们很多我们民众党的中央委员，我们的首席中常委，我们林富南中常委，这次也是受到首席中常委的提拔，然后推荐，然后让我有这个机会可以到我们第一选区来代表民众党来参选。我们两位中央委员，谢谢你们南下。然后今天在座还有很多的乡亲父老们，主席，我们今天都是自动自发前来的，我们没有动员哦。我们说也要动员多少车？我们今天是礼拜一的早上，然后大家都在上班，但是有空来的，以后每天都可以来，不是只有今天。我们需要各位乡亲帮我们一票拉一票。我们这次如果想要改变的话，只有靠大家。我只是站在前面哦，跟着大家一起往前冲。我们希望可以改变这边的政治生态哦。全国不可，南台湾以下不能只有一个政党的民意代表，这是非常不正常的现象。所以我们要改变这个现象，要靠乡亲一起来努力。郑云丽，郑云丽，云丽，云丽，云丽。我们再给我们的柯P柯主席加油，柯文哲加油，柯文哲加油，柯文哲加油。啊，接着由我们的柯主席受赞旗。这个赞旗啊，由我们民众党柯主席亲自授旗给我们第一选区的曾以立啊，曾立委候选人。啊，希望带着我们所有民众党以及乡亲好朋友的祝福，这场选战啊能够非常的顺利，也希望我们曾以立有机会啊为我们高雄市第一选区我们敬爱的乡亲好朋友啊为大家来努力打拼。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因为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你知道吗？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称它是神仙的礼物。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选择太阳型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健康没负担。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